由金曲歌王李玖哲率领师妹 IVI 的马吉动物队，第一站要对上的是陈大天及黄慕言。虽然玖哲的中文不是很练邓，导致听力影响战力，不过曾和小钟一起创下无法下场答题的纪录保持人黄慕言，再搭配上次一题就下台的大天，其实玖哲的一面还不小哦。究竟哪一队能率先进入奖金赛，为观众抢奖金呢？我们拭目以待哦。我们节目也没有规定人多比较占优势。对啊，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啊？他们全家都来了吧？真的哦。你是用人海战术就对了。因为很多问题肯定我听不懂，所以我对，我们是让他翻译。哦 ，OK， 所以今天带来是 IVI 的成员。没错，大家好，我们是 IVI。大家好，我是 Kimi。大家好，我是方云。Hello， 我是琪琪。大家好，我是紫薇。OK， 好，那请问一下，既然来这么多人，你们这里面最聪明的是谁？哎，当然是我们师兄，师兄，好担心你们。OK， 好，那请问一下，所以玖哲，你等下是自己要来抢答吗？不，里面老哦，不是，那是谁？聪明不代表反应快，我们要聪明不代表反应快，所以他反应慢。好弟子哦，没有啦，弟子师兄，不是，不是因为请坐，因为师兄 muscle 太大，那个按不好按，卡住不跨住，而且怕破坏道具。那你们要派谁？我们派 Kimi， 快很准。Kimi， 哎，我想起来，大天你们不要小看 Kimi 哦。Kimi 怎么说？来，把你的丰功伟业讲一下。哎呦，其实我已经拿过100,000块。哇！我记得上次。但是其实呢？那时候是 Mountain 哥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我今天想要帮助 Niki 老师能拿到这个100,000块。OK， 对，因为上次他跟 Mountain 那一组是拿到最高的分。我比较好奇是，其实刚彩排就是 Kimi 按得很烂的，然后你们还要再拍他？你确定嗎？彩排是彩排，正式是他没有，他隐藏实力，隐藏实力。我们现在是问大家，那大家人家派出来的是这样哦。我是霸气小胖李玖哲。派出来的是黄慕言。我们是有策略的，他会好好过，你要一关一关过，真的。所以你们派出来是你想太多，是慕言，有策略，因为会的，他真的会好好过，他会一关一关过，10,000块左右，很好 ，OK， 好。所以这边派出来的是 Kimi， 对，你们派出来的是小猪，没错，确定，好，来，所有的观众朋友。Kimi 对上小猪，谁能胜出？来，开始预测。赶快预测，我们本回预测要抽出这个由 TBS 显示老大提供的斜肩包哦，而且还有一个心理响应哦。怎么这么多人会投我？不分限制吧，已经破千了，真的。Kimi 刚才讲这个100,000块是有用的哦，对，是有用的，有点用。策略。那小猪的票怎么这么多的？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票？对，大家钱都跟我想的一样。他很漂亮嘛，很接近公平的嘛，哦，就是给了他脑子，对，就不用给他那个，对啊，怎么没有给他？那种霸凌哎，对啊，霸凌。好，那算一算，其实票数相差不多，相差不多 ，OK， 300好不好 ？OK， 那加油，加油了 ，OK， 加油。好，那两边回答的人准备了啊，好，来决战60秒，请。哦，好紧，开始，加油，加油 ，One。请问演艺圈中外号大哥的是哪位艺人？大哥，黄立成。标准答案，请问演艺圈中外号小哥的是哪位艺人？来，小猪。费玉清。标准答案，请问500元如果打9折等于多少？来，小猪。450。标准答案，请问，Firefly 是哪一种昆虫英文？来 ，Firefly 是那个萤火虫。标准答案，请问日文的基本母音是哪五个？来 ，Kimi。IUAO。标准答案。哇，好强哦！请问李玖哲拿下金曲歌王的是哪张专辑？来 ，Kimi。3、2、1，好，你会好好过是吗？来，不是。想太多。什么？想太多。来，是李玖哲同名专辑吗？不是，是。请问，卡通人物史努比的英文怎么拼？什么？卡通人物什么？史努比。来 ，Kimi。S O N N P Y。S O N。Noopy， 标准答案。请问不完美、很完美、太完美，哪一首是李玖哲的歌？来 ，Kimi。不完美。哇，标准答案。好强哦！被惨电了。没关系，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对，你们的目的是？我目的是希望可以在这舞台站久一点，曝光度高一点。真的惨电哎！哎，9:2吗？5:2，我想怎么可能会到11题？对对对，5:2，哇！而且我的师妹都不知道我是哪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我们先道歉，唱一下，哎呀！
起。有的专辑名称叫做 Baby 是我 Baby 是我哦、oh, OK OK 不过大家刚才一直讲我会好好过、嗯、你不是会好好过吗对我们就等一下会去那边过、啊、对啊OK 不过因为很久没有听到九哲在荧幕前面了所以九哲是不是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我会好好过好的 OK 好的来请哇哦出来不了一起来我会好过等你再爱我总有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我会好过等你再爱我想有我想做都有我站在这里谢谢来演唱会一定要去的啦不是刚才突然讲就不要再继续抑制下去了今天就开演唱会就好了好棒哦okay, 对 OK 好那当然待会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九哲跟 IVI 要过关能拿多少奖金呢来接下来奖金挑战赛奖金挑战赛规则介绍奖金挑战赛分为六个阶段共十二题只要全部答对就可以获得奖金10万元而线上玩家参与方式首先下载一期 APP 进入台视一期 Q 直播间奖金挑战赛每题皆可同步答题就算答错还是可以继续作答每题作答时间为10秒钟直到现场来宾答题结束只要你是答对题数最高的玩家就可以平分对应奖金哦好没有想到奖金挑战赛一下来第一个就是九哲要下来因为幼幼班吗幼幼班对其实你包括学历各方面还有知识都非常棒但是中文是怕题目会听不懂或看不懂听不懂看不懂啊应该都会有哦都会有吗哦这样吗好那我念慢一点 OK 反正等一下也有字幕 OK OK 好没问题加油谢谢记住就是有两个球就可以用球就好 OK 没问题好那第一个就是问你演唱会的时间是啊我的球球你要选 IVI 吗11月12号10月12号 OK 晚上7点半对 OK 小巨蛋准备好了好来幼幼班来第一题请问我们台湾有一种很有名的小吃叫大肠包小肠请问是哪两种食物摆在一起面包热狗糯米肠粉肠香肠糯米肠肠粉大肠请作答冷静这个我知道你知道对我确定你确定你答案都不讲你就先确定了你要先告诉我答案啊我确定要求求真的假的来冷静你们冷静对对对你们要求求的你不能求求可以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可以吗可以活着最重要啊大家冷静活着最重要我求求那你是要我们的小 Q 还是要观众朋友啊小 Q 好了我要那个旁边有一个对小 Q 快点小 Q 拿这个来小 Q 先问你一个问题那李友哲拿到金曲的专辑名称叫什么 Baby 是我这小 Q 我的演唱会什么时候小 Q 认真一点这个题目赶快帮李九哲过好我告诉你你仔细看题目的选项后面有三个字的糯米肠第二个选项哦后面那个选项有三个字的里面有很香的糯米那一个你有知道吗？请问这算提示吗？小 Q 这算提示吗？你应该看不懂中文吧？好，他知道几个字吧？后面的后面，所以你的答案是啊，这个香肠跟那个后面三个字的那个糯米肠，糯米肠哦，香肠糯米肠，确定哈？确定，标准答案。这一题不值得这么开心吧？中了吗？可以。
各位，我们有12题，好吗？对啊，我们刚刚中了多少钱？到现在要下一题过啊，才有5000块，好吗？下一题过才有5000块，还美。不过因为这个在对我们台湾人来讲，因为是太平民美食了，对这个东西随便都有，随便都。那主持人没有吃过吗？我吃过，但你不知道。我差不多一个礼拜就一直去啊。那为什么还答不出？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刚刚有一点的跨博了。哦，跨博 ，OK OK， 可以，跨博了。哇，那下面这一句，下一个可以，下一个可以哦。来第二题，请问下面的句子里面哪一句有一点 I'm sorry 的这种意思 ？OK， I'm sorry， 真是很有意思，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够意思，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啊？真是不够意思，真不好意思。你觉得哪一个？对，怎么到底是哪一个？我确定哪一个？哪一个？不要再告诉我，我确定要求救。这个我知道啊，真是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对，哦，就是有一点 sorry 的味道。我一定 sorry， 因为我常常讲这个字。哦 ，OK OK， 所以确定不好意思，对，真是不好意思，我。确定？确定 ？OK， 真是不好意思啊！确定？标准答案啊 ！OK， 大家喝饮料，你们要喝什么我都送给你们。OK， 好，那过幼幼班两题过了幼幼班，你们要换人吗？还是九九要继续往下？不要换了，师兄可以了，可以换，可以了。12题都想要自己答吧？没有，如果要是到过了10题，你们都可以一起下来，因为最后2题是可以一起讨论。哦，还有一个球就可以用。棒哦！好的，现在我都有点怕了。OK 哈，可以。来，小玄关，好紧张哦！不要紧张，大天你好紧张吗？大天哥都很紧张，我都很麻吉。哦哦 ，OK， 谢谢你。来第3题，图片题，来先看一个 picture。OK， 这个球的造型的东西呢，是很多台湾人童年的回忆。那请问它是什么？巧克力，足球巧克力，玩具弹珠，厕所除臭香氛球，造型橡皮擦。厕所香氛球是什么？就是摆在厕所 restroom 里面去除臭的。OK， 那最下面的是eraser， 对 ，eraser， 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弹珠，有没有玩过？哦，有哦，对。然后你要不要带着翻译请上来好不好？这样很累，来翻译，这样要录很久哎。这个我知道，答案是巧克力。好，叫足球巧克力。足球巧克力，确定？我。你看他们不能不能 ，OK， 确定，确定，足球巧克力标准答案。哎，你们答错哎。对啊。赞，这个应该还，因为这个看图形大概就像那个足球的样子。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他不一定会。没有，那这个我去过，因为歌迷我很久以前也送给我去这个。哦 ，OK， 因为其实他很早，他在1980年代在国内就已经上市了。哇，非常好吃 ，OK， 而且他就是像做七七乳加巧克力，那同一个时代那家公司他们所出品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了解 ，OK。对，这个还觉得蛮好吃的，很好吃。OK， 新年节回忆啊，好，我赢了多少钱？等一下，我赢了多少钱？我到目前为止5000块，因为这一题你要再过第4题才有10000块。OK， 加油！这一题对你来说应该 OK， 应该 OK。来第4题，请问 NBA 哦，这个我很会，知名球星，哎呦 ，Stephen Curry， 他是哪一队？芝加哥公牛、纽约尼克。金州勇士、洛杉矶湖人。不能讲，我在假装啊，假装一下，因为我知道。哦，你在假装啊？好像我们都被骗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他会不会看不懂中文？对，我们有在担心这个。就是那个 Warriors 金州啊，勇士，对 Warriors 对番勇士 ，OK， 对，确定。我确定下风。这一题如果要是你九折不会，那就真的是。如果我错的话，我就退休演艺圈。哇！
不行了，我就直接不办10月12号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OK， 都已经亮成这个，对，如果万一就把那个直接给折了，好不好？不行，要九折，打九折了。金钟勇士吗？那九折都已经发下这样的好语，来，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好吧？来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台视1GQ 的现场。现场呢，九哲带着 IVI 一起来参加奖金挑战赛。那一开始上来就是10月12号开演唱会嘛，啊？对 ，OK。好，那自己连过到第四题，就 NBA 的知名球星 Stephen Curry 哪一队？如果错就退出演艺圈，然后那个演唱会也甭开了。哇，这没错啊。好，答案是你选择的是金州勇士嘛 ，Warrior。对，没错 ，Warrior。金州勇士。对。好，各位欢迎10月12号来演唱会，标准答案。OK， 好，过了小学关四题，有人要换吗？我赢钱了吗？你赢了10000块钱，一万块，对，请你们吃牛排。这么多人，可能还要再拿着吃一口。对，而且你不知道台湾有10000块一克的牛排吗？吃什么 ？OK， 对，尤其是 Curry 真的很不简单，对，因为他的身高其实比起 NBA 的平均身高是不高的。对，没错。对，而且他的体重也没有，对，身材没有这么好，都是练起来的。对，而且太准了。对，没错。对，而且他每次最喜欢的就是在开始以前最后那个大号三分球，在很远的地方一定要秀一个。OK， 没错。好。小学关过，要不要换？要换吗？啊，要换，真的吗？换。好，换一下，对啊，要换，要换谁？换我。好，换你来。OK。我好紧张。好，那九哲功成身退，保住了面子。接下来是方宇来接 ，OK？ 是。好，那方宇，我们还有一个求救。好 ，OK， 而且只有这两题以内一定要用。好的。过了第六题以后，就算没用，也不能再用了。好，我会用完它，然后下一棒加油。下一棒反正也没再用了，好不好 ？OK， 好，准备好了吗？好，好了，来，国中关。第五题是图片题，好吧？来，先让我们看一下图片。OK， 这个图片。是杜拜知名的景点之一，请问它的名字是哪一个？天空之城、杜拜之框、阿拉伯之眼、黄金之窗，请作答。我想用求救。用求救 ，OK，OK。Okay, 那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线有一点点问题，用小 Q 好不好？哦，好，好不好 ？OK， 来小 Q。Hello， 小 Q， 救我！小 Q。请问一下，我们给提示的时候，应该不会是像刚才提示的这么明显的这种提示吧？我以为今天九哲来，如果我提示比较明显，我也可以去10月12的演唱会。好了，我懂，因为金曲歌王 OK。好，那方云呢？接下来这一题你要给什么提示？好的，方云，你仔细看哦，它的造型很像一个框。好，那你选择的答案是？我刚刚就想选杜拜之框，但是我想要确定活着最重要嘛？活着最重要。好，确定杜拜之框。杜拜之框，确定。是，确定。杜拜之框。我已经说确定了。可是其实每个都还蛮像的。对，我说实话。对啊。但我觉得阿拉伯之眼都很像啊。对了，阿拉伯之眼是真的有这个地名吧？对对对。杜拜之框，标准答案。好，那我刚刚前面就讲，因为我们台视 GQ 接下来呢，每个礼拜都会送大奖 ，OK？ 那这个礼拜一样是红牛国际旅行社所提供的。那这礼拜我们是尼泊尔，接下来会有杜拜。哦、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杜拜之框多高？哇，这个太难了，感觉一层那么高哎。哇，你看样子觉得多高？感觉超过100层楼，100层吧，感觉50层楼高。哇，各位，你知道造一个这个杜拜之框花多少钱？多少钱？哇，不多。不多，13亿台币。哇，13亿台币啊，好金贵。但在杜拜应该还 OK 吧？我们是小 case， 对。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它透过杜拜之光看的，它有一个象征，就把整个阿拉伯古城含在这个里头，象征的过去跟现在整个的衔接。哇，很有意义的 ，OK， 很有寓意耶。好，那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到杜拜去。没有机会，我比较穷，你比较有钱，对。
OK， 好，那过了五题，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既然人多势众，请问一下有没有祭品文？祭品文就是有一个门槛嘛，好歹一路往下打，没过的话会怎样？万一没过，你们过要过到几题？现在第五题，对。然后我们这么多头脑，对，这么多头脑，也只有一个站在这送门票，七吗？七，我觉得过到八，七最少要八，八了，对啊，最少要八，对，五了，这三题对啊，对啊，这三题就八。如果没有过的话，好啊，怎么样？有的来，快点，没有，要退出演艺圈吗？不要一天到晚，不要乱过。如果八，你一个人玩，你一个人玩，你一个人，请饮料就好了。怎么样？八题，你们一起赌一个啦。八题，万一没过的话，你说。八题，万一没过，大家看得出来我们今天主题吗？豹纹动物哦，动物。那我们就动物三连拍，可以吗？那动物可以我们指定吗？哦，好啊。你要你到时候再指定吧。要指定，到时候指定。好，到时候好，动物三连拍，大豆来指定。啊，可以可以。OK， 可以啊。好，过了五题了，来第六题，请问下面哪一位好莱坞影星曾经当选过美国加州州长？巨石强森、阿诺斯瓦辛格、席维斯史特龙、威尔史密斯，请作答。阿诺斯瓦辛格，确定？你看他们也没有用，不能看他们，不能看他们，不能作弊。确定？阿诺斯瓦辛格。对，2003年 ，OK， 赢得加州州长选举，标准答案。恭喜你，好棒棒棒，好，过了国中关。那你说棒棒，我以为抱抱。你真是抱抱，你在把他吗？他在把他吗？OK， 来过了国中关，接下来换人吗？换人。换谁？谁没有求救了？谁要上？没有求救了，谁要上？没有吗？第七题，你后面就不求救了。你要我回来吗？我也可以回来。可以啊，可以啊。许文，说我好帅，还是我不敢，还是我不敢。那你们要不要再拍一个啊？还有谁？你啊 ，Kimmy 很聪明啊。好 ，Kimmy 来 ，Kimmy 有十万的实力。Kimmy 加油 ！Kimmy 上次要让大家知道，不是上次单纯靠 Mountain 而已。可是我上次就站在这边，我答完我自己题目，我腿就软掉了。哦，这样吗？那你今天肩负重任，因为。要八题嘛，对吧？八题 ，OK， 还有两题，没有求救喽，加油！好，加油喽！来，高中关，这关过30000奖金。第七题，影片题，来，先请看。动物姐弟，双髻关西，还有个绰号叫做耶稣蜥蜴。为什么他会叫耶稣蜥蜴？长得好像我。OK， 好，那为什么他会叫耶稣蜥蜴？能在水面上行走，胸前有十字架的纹路，进食前会先祷告，在圣诞节的时候被发现的。求救！没有求救啊！没有求救吗？对啊。哦，这题要花点功夫。超难，我觉得不会是进食前先祷告，我先把它去掉，然后圣诞节时被发现也先刮掉。来，时间。Oh my god！ 胸前有十字架。胸前有十字架纹路，确定？确定。九哲听得懂吗？为什么这个蜥蜴会叫做 Jesus Lizard？ 是吧？嗯。哦，哇，对。听得懂，只听得懂，只听得懂，但是那个答案是你有觉得别的答案？听你说是有十字，等一下，等一下，不错，有不同意见的吗？他刚说确定了，对，他已经说 ，OK 了。Kimmy， 你现在你刚说等一下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选能在水面行走吗？不要。有不同解读的吗？来，汉娜，在水面上行走。啊，在水面上行走。为什么在水面上行走？就我刚好有看到他是说，但是他题目不是这样问，他的题目是说，
他为什么能在水上漂，是因为他要逃跑。我不确定，我那应该叫他应该叫做水上漂戏啊。对啊，对啊，我猜的啦，对不对？应该吧，或者叫做金凯瑞蜥蜴，金凯瑞也可以在水面上走啊。哦，对耶，我蛮天神。谁是天？对啊，而且要不然也叫达摩蜥蜴，是不是？达摩蜥蜴江啊，对对对对对，摩西蜥蜴，对啊，尼菩萨蜥蜴啊。OK， 好。啊 ，Kimmy 选择的答案是胸前有十字架的纹路。胸前有十字架的纹路，答案是胸前有十字架的纹路吗？能在水面上行走。Oh my god！ 来来来来，出列出列。我刚刚就你用一题就腿软了，现在不用等两题。哎呦，可惜可惜。OK， 不过让大家看一下，因为刚才汉娜说看过那样的影片，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好不好？来，动物简历。因为这些小家伙能在水面上行走，世界上有四种耶稣蜥蜴，这些神奇的爬虫类能够迅速走过湖泊、河流水面，整整4.5公尺的距离都不会沉下去。OK， 哦，好，你该不会又要叫我们学这个吧？学这个帅哦，这 OK 哦。不过其实它叫耶稣蜥蜴。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叫耶稣蜥蜴？他能在水面上走。对，因为圣经神经里面有一段是耶稣人在水面上行走。没错，其中有一段。电影才有放这一段。对，所以他叫耶稣蜥蜴。如果是在东方，大概就叫达摩蜥蜴。嗯，有可能，有可能。OK， OK。好，那其实也还不错，因为过到前面的国中关有20000块奖金。哇！接下来我们会有四个牌，里面会有 double 不变、减半或是十分之一，要选哪一个？来，你们选，你们选，没关系。你们选演唱会的人，你选了，没关系啊。来，我选那个，还是17、小五、小点，五哥，五哥哦，小五宝宝，会是 double 吗？翻牌 ，double， 是 double 吗？我看不懂，是 double 吗？减半，减半，变一万 ，half， 啊，没关系 ，it's okay，it's okay， 没关系，好歹。只是 half 而已，怎么办？我原来想请大家吃牛排，那那接下来没有关系，就减半吧。对对对 ，OK OK， 好，减半还是有10000块的奖金 ，OK， 也非常谢谢律师那个地方 ，OK。那接下来就是刚才，那都指定动物，对对对对对，动物站台，对不对？我想第一个就先来一个迅猛龙好了。迅猛龙，这是迅猛龙，迅猛龙，猛龙，快来，猛龙，迅猛龙，来。第一拍，好，第一拍，第一拍，来拉到二，好二，我们来一个猴子好了，猴祖，猴子，猴祖啊，猴子，来三，第三拍就来个猪吧，猪年，猪年，好可爱，好 ，OK， 好，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OK， 好，不过因为我们每一个回合都会抽出一位，就是刚才预测的奖项。那这个回合我们要抽出来就是 TBA 谁是老大所提供的斜肩包，幸运儿会是谁呢？来开，哇，直接这样，来恭喜 Joker， 恭喜你，好，恭喜 Joker 可以得到 TBA 谁是老大提供的斜肩包，也非常谢谢各位，那恭喜九哲要开演唱会，10月12日 ，OK， 谢谢，谢谢。